是要起火无啦？一开始就演遐尼济，火好阿起呀，唔通叫我花起知无？哪呢哦？你还叫更加大声，好人来叫。彩玉，你还电话讲？你是安怎无照我剧本演啊？你即摆应该是爱乖乖倒伫咧门窗顶，爱无声无息离开这个世间啊！啊，不过你即摆爬起来会足痛苦的。你安尼做是违法的，你知影无？你遐代志遐会当收煞真正，还去甲门爸哭。真牛啊！真正是林家上疼惜的大孙媳妇，到这个时阵啊，搁你假死我！我不是假死你，我是希望你莫做上疼爱你的代志，你着好好享受哦，这人生最后的几分钟。一定会叫你出去。蔡玉如人呢？伊即摆人秘伫倒？是莫甲我讲，伊甲阮某掠走的代志，你啥拢唔知啊？玉如甲吴家元掠走，当时的代志，莫假啊！我问你，蔡玉如即摆人伫倒？伊掠阮某是要创啥？就凭这啦！你是莫甲我讲，你唔知这是谁移交？那是玉如的移交。啊！不过，安尼阁是安怎？阮某人失踪去，咧现场发现这遗骸，你想这代表啥？阮某若是出代志，这就是上有力的证据。阮某受到偌大的伤害，伊的罪就偌深。我看应该把这证据交警方了。等下，即卖想要安尼结论，大家先摸清楚到底是安怎。我咧看，韵如伊是叫无赖啊，笑死啦！蔡云茹做的歹事无够济啊！先我找到伊了无？安怎？啊，唔是要结婚啊？奈何这么？我看恁两个根本就斗好呀！我根本都唔知韵茹即摆在创啥，我嘛唔知讲伊即摆想哪摆接我的电话，我唔是，我哪有可能讲知影伊即摆伫咧想啥？了解。你若希望讲警方到时阵去分类抓人，要甲全世界看笑话，你就继续假装唔知看。不然到时阵去用看侪，你嘛绝对走不去。站起床啊！找我吃饭不？干嘛？哎，够开嘞！去上班呀！我要甲大家讲一件代志，我要甲大家回信嘞，我做唔到代志，我对不起这个家。妈，你是伫咧讲啥？嘉云失踪的代志，跟我有关系。妈，你来讲嘉云失踪，伊毋是咧山顶的别种，那是我骗大家。我把嘉云带走，要让伊离开这间厝。啊，伊即摆人伫倒？我嘛唔知。
到手。我等你。小雨，你慢走。蔡英茹对电话。阿姨。代志啊，代志无你想这么严重。明珠啊，我拜托你，请你把代志交代我清楚。你到底对嘉云做啥物？你来请阿爷回来。也阁有，现在你会讲是你安排伊离开这间厝的。还是因为，我跟阿姨冤家，阿姨就叫我出去啊。伊佫甲我讲，我有才调，就莫去甲志明啊，佮我阿妈斗。啊，我一生气，我就外逃走啊。小可误会啊，我即摆讲出来，家己嘛感觉足歹势。啊，毋过为甚哦，真正情绪会较无稳定。我一生气，我就外逃离开，连手机啊嘛唔接呢。我问你啦，恁是不是在问我什么代志？无啦，爸，我只是希望你莫再问啊，搞到一点仔面子啦。爸，今摆嘉云回来啊，阿姨嘛讲无代志啊。今仔志文生日啊，你人嘛回来，咱林家一家团圆啊。阿婶，我得叫嘉云讲一声。我来接，爸。前都惊爱我失去你啊！即个去高雄几啊天无看到你，我的目睭排是跳几啊天的，心肝真正有够惊吓。一定是介你管管我爸时阵，我较惊。我咧想讲，天公伯让你拄着这么多劫难，煞一介搁一介让你回来我身躯边，即边又真正敢这么心凶。给你带离开我身躯边，无惊无惊，天公伯啊，一定会徛在咱这边的。你看，我即马就好好徛在你面头前，也无气夹。而且咱的宝宝陪我去历险，这一路拢足乖，无给我找麻烦哦。我该知哦，恁无我囝平安无代志，我若无我绝对袂放蔡云落山。我就爱伊哦，咱一家三口饭呀。一家三口，你的意思是？都唔对，你某囝真正出代志，我家己一人活，佫有甚物意义啊？老公，去村村。要创啥？不得不去跑，总还是疼的。先叫你讲话，叫我生气啊！我不准你再讲拄只迄种话啊！我爱你答应我，以后不管发生任何代志，你都爱勇敢活落去。我不管啦，非得吼我就是必定要念你啦！不管你去倒，我就去倒啦，安怎？哇，林志明，你很任性呢。好啦，我答应你，我袂凊彩离开你。啊，若是我若离开，我一定想尽办法等下你的身躯边，安尼样哩。你讲个，别个骗我啊！嗯。老公，你放心，我今麦才知影什么叫做为母则强。一个妈妈要保护家己的囡仔，是不管什么勇气、什么力量，拢会当发挥出来的。你敢知影？拄到危险的时阵，我头一个想法就是甲宝宝讲：有妈妈在的，咱一定当平安。
妈妈叫你出去，等去爸爸的身躯边。老婆，我跟我你真的是上勇敢的妈妈，也是上勇敢的太太。你真是上勇敢的爸爸，我跟宝宝是一加一大于二，叫我都跟你比。哎呦，老公啊，你哪这么爱抱抱啊？带带囡仔出来，你是别当安尼哦，别当跟囡仔抢，安那无你抢不抢？嗯。宝宝的球啊，我就教伊哦，什么叫做先来后到，什么叫长幼有序，叫伊去不要排队。嗯，你安尼跟我参详，姐被撞了爸爸的啦。嗯，我就不管他，我就是吼要霸占你只小青蛙，那是会动吼，你去休息，都不要离开我的视线。莫过去啦，你去甲哆啦 A 梦借缩小灯，嗯，然后缩小啊，安尼你得当炸碟，你那等下内面，大家拢甲我炸出门。嗯，哎，亲爱的老婆，袂歹呢，这主意袂歹呢。我看自从做妈妈了啊，唔那勇气倍增，连智慧也倍增了。我咧跟你讲声笑，你搁搞到倒一个假老婆，我今麦是100%认真，我真正无法度忍受失去你的痛苦。嘛，请你认真跟我讲，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还佫有这件代志，到底跟阿姨有甚物关？老公，你敢相信，不管遇到什么代志，我都会当做出最好的决定。我答应过啊，我的老婆智慧倍增。那安尼，我无希望你讲问，这件代志哦，实在是伤复杂啊。会伫伤害我的人是蔡韵如，不是阿姨。咱袂当搞错重点，造成这个家的弊损。这件代志，我以后就偷偷跟你讲。老婆，愈听你讲，我愈想要问呢啊。等我一下啊！佳云讲袂出嘴，所以我家己来认罪。阿姨，我知影他拄仔佳云咧台面头前无讲事实，请你甲我讲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佳云无调职，听到我无想要让别人知影的秘密，所以。我才把他带你去一间厝，我利用大家对我的信任来讲白贼，差一点仔搁造成无法度弥补的错误。你一开始的时候，我看你讲话两页页，就知影讲你有代志在隐瞒我，无想要让我知影。啊，不过我是说服我家己，叫我一定要相信。相信你已经把大房、二房，咱所有恩怨拢放下。相信你已经认为讲咱林家已经团结做伙啊。相信讲你把家人当作是你家己的媳妇。不过，到尾你竟然是在欺骗我，我真正对你有够失望。老公，莫为难阿姨啊，你拄则不是讲相信我做的决定？佳云，好啊啦，阿姨的秘密我已经决定要替伊保守啊。所以你嘛卖阁问啊，阿姨，等你有一天做好心理准备，决定要公开这个秘密，咱才做伙甲厝内底的人讲。所以你即马毋是家己一个人啊，你的秘密就是我的秘密，以后你都毋要瞒家这么辛苦。佳宇，多谢你。阿姨，无代志啊。老公，无代志啊，对不？既然你讲这是你跟阿姨共同的秘密，那呢，这就是你的代志，无啥问嘛。阿姨，你看，我这个老公是不是就上道的？这边这个囡仔，确实是一个好翁。多谢你，这摆我为恁的心胸确实学着真多。多谢你，老婆，你即摆会当甲我讲啊？那是阿姨的部分，我是袂讲啦。除非你拄只是伫个假大方。我这毋是咧，我是咧问讲啊，蔡韵如伊是安怎接我哩？
这个部分我一定会讲，啊，不过不是现在，我都劫后余生呢。我现在刚才想要跟我上亲爱的老公好好团圆。老公，现在大房跟二房等于是团结一心，除了有你保护我，还有阿姨志文，还有珊珊，大家互相保护，我就有安全感的。嗯，其实经过这边，我发现啊，阿姨哦，已经把大房、二房、文文全部拢放下。其实阿姨哦，只要认为讲咱大家一家人，咱的志文、珊珊还有我，阮三个兄妹啊，一定会同心，共林家同担当起来。只要一家人同心，咱林家不遐尼简单去往拆散。嗯，是讲啊，老婆，你啊，就是最大的功臣啊！哎，你想看卖？阿姨啊，这么爱面子的人，佮亲身走到咱房间来会室内，这哦，就是你的魔力啦，是你家己的心诱起来，我们大家哦，团结做伙。